是秀丽婷婷婷老师，欢迎来到婷婷爵士。工作了一整周，相信大家都累坏了吧？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时常就是因为过得太紧张，步调太快的生活，所以时常会有失眠的困扰呢？今天这个礼拜呢，丽婷不教音乐，想要演奏一段舒服还有轻柔的即兴音乐给大家。这首即兴呢，我就暂时定它为小星星变奏曲好了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今晚一夜好眠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